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01面，501面第一行。从当中看起，又大悲经云：一乘佛名，一世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穷尽。向下，还有很长的文。给我们说明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重要，这是净宗修学的方法。首先要发愿，教导我们发菩提心，发心之后要念佛，要一向专念。这个地方举《大悲经》的经文四句偈，都是赞颂念佛无比殊胜的功德。经上说一乘佛名，这是说念一句阿弥陀佛，一世善根入涅槃界。这个看起来好像太容易了，经上说的是真的吗？肯定是真的，但是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是往生的缘成熟的时候。现在念一声佛，阿赖耶里面种下阿弥陀佛的种子，你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有缘了。大乘教常说佛不度无缘众生。你念一声佛号啊，你就跟佛有缘了。什么时候这个缘成熟，你就决定得生。生到净土，你肯定入涅槃界。涅槃界是什么？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叫涅槃界，没有说称大般涅槃，如大般涅槃说涅槃界。在华严经上，华严是圆教，初住菩萨就入涅槃界了。初住菩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不住在十法界了。当然更不是在六道，他住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那么修一般法门，大概都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
啊，诸佛如来的报土，也是他自己的报土，啊，自己没有修到这个层次，入不了报土的。从初住到等觉，都是涅槃经，啊，也就是大经上常讲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他们是真佛，不是假的。天台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真佛，啊，叫相似即佛。为什么？他没有用真心，他还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跟我们一样。啊，八十、五十一心所是妄心，不是真心的。六道众生用八十用错了，完全用上用了负面的，没有用正面的。也就是说，它跟烦恼相所心所相应啊，二十六个烦恼啊，六个根本烦恼，二十个随烦恼，它跟这个相应。啊，所以他住在六道轮回啊，四圣法界，他们把烦恼放下，我们一般讲烦恼断了啊，虽然用八十，他不跟这二十六种烦恼相应，他们与十一种善法相应。啊，我们常说纯净纯善是赞叹他们的。啊，他们脱离六道轮回，没有六道了。啊，烦恼变现出六道。烦恼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六道怎么来的，要晓得，要清楚啊。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造的是什么业？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如果与烦恼相应，就是轮回业。我们在制造六道轮回，啊，就这么回事情。六道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与别人不相干了。啊，他们聪明，有智慧。把这个东西放下了啊，放下之后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他真干了啊，佛菩萨教他的他相信，他理解，他确确实实能落实啊，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他提升啊，提升在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声闻、缘觉是小乘，菩萨与佛是大乘。啊，虽然还是用八十，但是
他用的正啊，啊，这个正的标准，随顺佛陀教诲。他与十善业道相应，与菩萨的三学六波罗蜜相应，所以他是净土，六道是秽土，染污啊，四圣法界清净的净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到这里去了，什么时候他能够转识成智，就是不用八识啊，法相宗上所说的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这一转，设法界就不见了。为什么呢？设法界的业没有了，不用妄心，用真心，智就是真心。叫四智菩提用真心，不用妄心的。在华严经上用真心，初住以上初住菩萨开始用真心，不再用妄心十法界没有了，六道是假的，不是真的，像做梦一样设法界也不是真的也是一场梦。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呢，就好像醒过来了，从梦中醒过来了。佛给我们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四圣法界都不可留念，何况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噩梦四圣法界是美梦全是假的，不是真的什么时候真的呢？十报头是真的。所以它叫一真法界那个真跟妄怎么个说法呢佛教的定义，凡是说虚妄，就是它是无常的，它有生灭法你看看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无常六道无常四圣法界也无常，也有这个现象可是到诸佛的十报土这个现象十报图里面的人是化身没有胎身，没有卵身色身也没有，就是化身变化的。化身没有什么从小慢慢长大，没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生的现象你到那个地方现什么样的相，永远就是那个相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极乐世界这四身胎卵石化了，
他只有化身，啊，他也没有胎身，也没有卵身，啊，而且呢，永远没有变化。啊，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有，啊，凡圣同居土六道它只有两道，因为它是善人，它不是恶人，啊，只有两道，人天两道，它没有三恶道，它没有罗刹，它没有修罗，啊，纯善。无我啊，只有人天两道。那四圣法界有没有呢？有啊，声闻缘觉菩萨佛有，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就是四圣法界啊，都没见性的，虽没有见性。他怎么去的呢？怎么成就的呢？经中所说的待业往生啊，这些烦恼习气没断了，他能够把他带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才断。可是阿弥陀佛慈悲，慈悲到极处。设方一切诸佛如来，虽然都成了佛了，啊，成佛自然是平等，佛佛道同，啊，诸佛如来智慧、神通、道理、相好完全相同，虽相同啊，愿力不相同。啊，愿力不是成佛之后发的，不是成佛之后不起心不动念啊，所以没有什么愿不愿的，愿是因地发的啊，多半在修菩萨道时候发的啊。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啊，阿弥陀佛发愿的身份是比丘，法藏比丘。啊，那这个法因地发愿，个个不相同。啊，阿弥陀佛发48大愿呢。第20愿里面，幕后一句说。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愿可了不起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什么样的菩萨了？明心见性的菩萨，也就是《华严经》里面圆教以上。啊，他们是住在哪里？他们住10宝庄严土啊，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些待业往生去的，到极乐世界什么身份呢？人的身份，不是天的，我们还不够资格做天人呢，人的资格啊。可是怎么样呢？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把你提升到阿惟越智菩萨啊，换一句话说，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智慧、神通、道理，就跟阿惟越智菩萨一样这个要知道，不是自己修来的，是享阿弥陀佛的福报啊。啊，阿弥陀佛加持的啊，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啊，只有极乐世界有。
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做阿惟越之菩萨，那方便有余土就不必说了啊。所以弥陀本愿为神加持，就是加持同居土方便土啊。十报土已经成就了，十报土到那边就是阿惟越之菩萨，圆证三不退啊。阿惟越之叫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念念去向娑婆若海啊。娑婆若海就是自性啊，在十报图里头没有第二个念头啊，只有真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回归自性啊。入娑婆若海就是回归自性啊。回归自性那是妙觉佛了啊，究竟佛果了，等觉还差一层啊，等觉再上去就是妙觉啊。那由此我们知道十报转念头这里面住的什么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他们住在那。如果证得妙觉果位了，他不住十八陀了，他到哪里去了？入娑婆若海了，回归自性。自性叫常寂光土啊。十报庄严土在不在了？不在了。我们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佛没有说十报庄严土除外，没讲。十报庄严土也不是真的啊。啊，但是这个境界里头没有变化啊，所以我们说它叫一真法界，它没有变化啊。动物没有生老病死，植物没有生住异灭啊，山河大地没有成坏成住坏口啊，你决定看不到啊。十报土的人寿命叫无量寿啊，无量。有一些祖师大德跟我们说，他那个无量是有量的无量，不是真无量。那有量是多久呢？经上告诉我们，三大阿僧祇劫，寿命三大阿僧祇劫。为什么？因为三大阿僧祇劫，他的无始无明习气才能断尽。啊，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有方法断的。啊，要用什么方法就断它？没有。啊，为什么？那个里面住的这四十一种菩萨都是明心见性啊，无明烦恼都破了啊，破了无明，也就是说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这个世界平等的世界。为什么又说四十一个阶级？那有阶级就不平等了
那不平等肯定就有分别执着。我们在这个地方体会的明白了，是无时无明的习气厚薄不一样。啊，初到极乐世界的人是诸菩萨，习气还很浓啊。到等觉菩萨习气很薄啊，所以41个阶级是从习气厚薄不同而分的，是这么回事情。习气爱不爱事？不爱事。啊，但是它障碍你回归自信。啊，等觉还有一分，那一分断掉了，它就回归自信。啊，就回归常寂光了。就这么一回事情啊。啊，所以在净宗，净宗讲净土，真正的净土是宝庄严土。啊，等同的净土，等于跟净土一样，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啊，极乐世界的方便图跟同居图。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极乐世界能不去吗？不去，你想提升到这个境界，那真叫大难大难。凭我们自己怎么能断烦恼？啊，不说别的，我们今天讲见思烦恼最浅的，啊，最起码的，3界。88品戒惑，这是最起码的。这个东西断掉了，你才正虚脱还苦，小乘初苦，就好像小学一年级。那在大乘华严经上，51位菩萨，51个阶级，你是实性位，实性好比是小学，初性。小学一年级，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见惑断了。啊，我们想想，见惑第一个，啊，佛讲经教学方便期间，把88品见惑归纳为五大类，就说五种。啊，第一种身见。谁能把身见断掉？我们都知道，身不是我。那知道不行，要真的不是我才行啊！那知道的还是我，还得执着是我。那真不执着，这个东西是我了。啊，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把身体看作衣服一样，衣服是我所有的。啊，你看衣服脏了，啊，赶快脱掉换一件。人老了，身体不好使用了，把它丢掉，赶快又再换个身体。啊，那么对于身体生死，就像穿衣服脱衣服一样，没有留念，没有恐惧啊，啊，人都贪生怕死啊，听谁有灾难，打听哪个地方没灾难，好就躲避去。你看这为什么？还不就为之身吗？小学一年级资格都没有啊！你说这个东西多难啊！
啊，第二叫边界。啊，边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相对。啊，佛法里面空跟有相对，执着有边，错了；执着空也错了。啊，执着非空非有也错了，一空一有也错了。啊，为什么呢？执着就错了。啊，所有相对的都不存在。那我们今天给人对立，啊，我这样讲大家就好懂。啊，边界就是对立，我跟人对立，我跟事也对立，我跟一切万物也对立。这个毛病习气很重啊。什么时候你能够把这个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这个世界跟我是平等的，没有对立啊！我们能做到吗？头一个放下我，只要有我就有对立，我没有了，对立就不存在了啊！第三个叫戒取戒。第四个叫见取见，这两个咱们中国人把它合起来，叫做什么？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啊，见取见呢，是从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啊，是讲修因，这是有因果。啊，这也是假的。啊，也得要放下。最后一种，不属于前面这四大类，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统统都放下了。这才是小乘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你想想这个东西多难，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这个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们修一辈子，看看能不能证出口，能不能证这个实性里头的初心位。古时候还有啊，大概在中国唐朝时候还有。宋以后啊，恐怕就没有了啊，特别是南宋以后，无论在家出家了，真果的就没有了啊，有得禅定，没有真果的了，得禅定不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得禅定的人，他将来到哪里去呢？到色界天去啊！功夫更高的呢，到无色界天去不如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只有念佛求生净土，不但超越六道，它超越十法界。啊，极乐世界不在六道里头，也不在十法界里头。啊，所以阿弥陀佛为什么在诸佛如来里面？他突出了，特别的突出了，就是他的方法巧妙啊！
啊，愿力功夫不可思议啊！比丘身份的时候发愿，用了多少时间修行？经上讲的五戒啊，没有说是五小戒，那这个五戒通常就是大戒。这么长的时间，48愿愿愿兑现，啊，这是诸佛如来虽然都有智慧神通道力，没想到的，啊，阿弥陀佛想到，想到了很好，其他的诸佛要不要想？不要。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已经办了啊！我们大家把这些难度度不了的众生统统送给他，不就问题解决了吗？确实如此啊！所以48愿都是呀啊，对我们来说呢，对不度我。啊，就整个法界来说的呢，它确确实实是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这个了不起啊！所以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为什么？一切诸佛同一个心愿，巴不得这些众生赶快成佛。这经上讲啊，一切皆成佛了，这是诸佛如来的本心呢，真心呢，本愿呢。啊，可是众生烦恼习气，他放不下。啊，放不下，佛没有能力帮助他提升，没有，一定要他自己发现。佛帮不上忙，佛对众生帮的忙就是教学。啊，把事实真相告诉你，然后你自己修行，自己成就。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弥陀佛想的这个方法就太妙了，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什么？道场，是学校。啊，怎么样才能入学呢？那入学的条件呢？你看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头引用欧益大师所讲的，欧益大师讲的好啊，真正相信这个法门，不怀疑，真相信，真想往生极乐世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跟别的祖师大德讲的不一样啊，他这个讲的简单，我们一听能懂啊。别人讲是身心啊，这个直心大悲心把我们讲糊涂了。啊，欧益大师的干净利落。啊，真正相信不怀疑。啊，真正肯发心，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我一定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心发了，得真干，干怎么干法呢？就是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啊，其他的统统放下，别再搞了。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我就要一本《弥陀经》，一本《无量寿经》就够了，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其他统统不要了，全都放下了。这个人什么人呢？最有智慧的人，最有福报的人。为什么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一切都得到了。啊，你真能放得下，你才能得到啊。所以咱们中国古人这个口头上常常说的成语，舍得，你看这个味道，你能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有的法舍掉，你就得到了，你就全都得到了。啊，见了阿弥陀佛，一切都得到了。啊，你能舍才能得了。这个世间还有点福报，这个福报舍掉，到极乐世界得大福报。啊，这个世界舍不得，极乐世界就没份了。啊，大喜大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大得大乐了。啊，这真有智慧，真有福报的人他才肯干了。啊，没有福报的人他想不到，贪念眼前的福报，这个事情就坏了。所以真的是一乘佛名，一次善根，入涅槃界，一点都不错啊！啊，入涅槃界不可穷尽，这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智慧不可穷尽，德能不可穷尽，相好不可穷尽。啊，你的神通道力样样都不可穷尽，不可穷尽是自信。啊，圆满的自信啊，你真的了，这还得了吗？这个法门真的实实在在的，难信易信。啊，你为什么不肯？为什么不肯发心？为什么放不下？这个难啊，难在什么？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知道啊，对于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也不清楚啊，所以你发心，心发不起来啊，真正知道娑婆苦，你就愿意舍掉。啊，真正晓得极乐世界的乐，你为什么不去？当然去了。现在大家要逃难，啊，说地球灾难多了，我们要躲避。我告诉诸位，往生极乐世界，什么灾难都没有。在以民嘛，在离开地球以民到极乐世界啊，去亲近阿弥陀佛，这多好啊！啊，句句话都是真话啊！你要真听懂了，真干了，你问题解决了。
啊，这几年有很多信息传到我这儿来，啊，也有很多同学来问我，都是讲灾难。我告诉大家，心里头不能有灾难。为什么？你要真正学佛，真正懂得佛法。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老是念灾难，灾难就来了。念什么就来，就什么东西就来嘛。你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呢？为什么不念极乐世界呢？你去念灾难呢？灾难与我们不相干呐！啊，不管什么样的传言传到我这里，到我这里就为止。啊，我得到很多信息，我一点都不重视他，我只问他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个灾难。结果绝对大多数都是念佛，那不就成了吗？啊，只要念佛，其他就别管了，以后也就别听了。啊，念佛可以化解灾难。给诸位说，第一个，化解自己的灾难。自己什么灾难呢？烦恼是灾难，造作罪业是灾难，身心不健康是灾难，造作罪业是更重的灾难，这自己造灾难。觉悟之后呢，念阿弥陀佛，你所有的灾难都化解了。啊，为什么呢？你这一生决定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你不是一些灾难都化解了吗？哪有灾难？啊，这是真正大智慧大福德的人啊。中国谚语有所谓啊，富人居富地啊，富地富人居啊。你是个有福的人，念佛的人就是有福的人啊。而且念佛的人，你把这个大乘经典好好去念，是福报的福报当中第一福报，智慧当中第一智慧啊，世出世间第一智慧第一福报的人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没有灾难了。你的真念佛，真放下，搞假的不行，要真干啊。外国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上能有8000个真念佛的人啊，真正修福修慧的人，这个地球上什么灾难都没有啊。这个8000人是他们提出来的啊，是有根据的，以现在地球上的总人口65亿，以这个数字为标准啊，1%的平方根，大概8000人啊，有这么多人修善积福，就能够帮助地球化解一切现在所谓的自然灾害，全都没有了。
啊，这个信息这几年前传到我这儿来，我想了很久啊，我不敢相信啊！啊，你看，六舍五亿人，这八千人，六舍五亿人造孽，八千人能救，好像不成比例呀！啊，我突然想到，中国古人有一句成语说，邪不胜正。啊，邪虽然多，正虽然少，邪不胜正。我们在前面念到一个比喻，啊，是观佛三昧经里面的，啊，一个比喻啊，依兰陵。啊，这一片树林，啊，多大呢？有四十由旬，啊，我们就算最小的由旬吧，四十里，一个由旬四十里，四个由旬四百里，啊，四百里方圆这么大的这个依兰林，啊，依兰林，依兰是印度话。这个树奇臭无比啊！可是这个依兰林头有一棵牛头旃檀啊，旃檀树，旃檀树是香树，这一棵树，这一棵树在这里慢慢长成了，长成之后，它的香气改变了这一片的森林。一棵树你看能改变，这是很好的例子啊！我们有理由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不是假话，不是骗我们的啊！真正相信我们就有福报了啊！一个人可以改变一片人啊，你居住在这个一个地方，你能改变这一个村镇，能改变这一个城市，一个人可以做到啊，你去做一个真正的念佛人，三宝会加持你，善神会加持你，你一定可以做到啊！我们在这里要升起信心啊，不能有丝毫怀疑啊！要做一个好人，要做一个善人，我们这一生活在这个世间几十年，就有价值，就有意义了啊！将来离开这个地方，到极乐世界去。啊，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糊涂。啊，这一桩事情，我相信有不少同学能肯定，能接受，不会怀疑。啊，我们大家真干。啊，如果全世界净宗同学果然有八千个人真干了，啊，那就恭喜这个地球了，地球灾难可以化解了。啊，对别人心行不善的，不要放在心上。啊，别说佛的心量，连孔老夫子的心量都能够谅解他们。啊，这些造作恶业的人，啊，他为什么会造作恶业？无量寿经佛说的好啊，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你别怪他，他从小没人教他，
他父母不懂得伦理道德因果，没教他，他父母也不知道，祖父母没教，再往上学，曾祖父没教，高祖父没教，他怎么会知道？啊，所以要有夫子的心量，中书而已。啊，我们要用真心饶恕他，不要把他们的过失放在心上。啊，希望大家一起来学老祖宗的教诲，传统文化，学伦理，学道德，学因果，学佛法。啊，佛法是最高的科学与哲学。啊，不要把它看作宗教，它不是宗教。啊，我们认真学习。啊，来提升自己的境界。啊，改变我们的过失。这样就好。啊，孔子所说的沉思不熟，随事不计，既往不咎。啊，我们自己做个好榜样，清心寡欲啊，啊，明文利养，五欲六尘统统放下。啊，放下之后那个快乐，就是《论语》头一句话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大乘教上常讲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这个人生多美好，在哪里呢？就在此地。就在当前呢，你念头一转呢，幸福美满啊，转不过来，造孽受报啊，苦不堪言呐，啊，一念就转变过来了。我们接着看下面举的。称扬诸佛功德经啊，这个经上这么说的，若有德闻无量寿如来名者啊，无量寿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啊，听到这个佛号一心信要。关键在一心，一心是真心。真心要是爱好欢喜啊，持奉诵念啊，自己真的发心念佛，其人当得无量之福，永当远离三途之恶，命中之后啊，皆得往生彼佛刹土。果报不可思议啊！我们要想修福，最大的福报是念佛人。念佛人现前所得的福报是清净无为。一般人不知道这是佛。
你要细心去观察，细心去审谛，你去比较，你才真正发现这是无比殊胜的大福报。我们用释迦牟尼佛做例子。释迦牟尼佛王子出身，父亲是国王，他是太子，19岁他舍弃王位，离开宫廷里面的生活，出去求学。求学过什么样的生活呢？过苦行僧的生活。这个人傻不傻？一般人们都看到傻小子。有福不晓得享。没人知道他所享的福超过那个帝王。超过了，他有智慧，他一点都不傻了。参学12年，我们要了解，那个时候没有现代化这么的交通啊，资讯完全没有。3000年前，我们中国人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时候，佛出生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课诵本里面，佛诞戒的普福，里面都还提到。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甲寅，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灭度在周穆王，照这个几年呢，中国古时候都用这个几年，释迦牟尼佛到今天3038年，跟外国人讲2500多年，相差600年这个我们不要去管它，因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别在这上打妄想。你去搞考证，叫妄中之妄，不如老实念佛。咱不打这个妄想。3000年前，释迦佛给我们示现苦行僧求学12年，最后也放下了。19岁离开家庭，我的想法，他是放下烦恼障。30岁也不再去参学了，把求学放下了，是放下所执障。2种障碍放下，菩提树下入定，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2障没有。表演给我们看的，一生教学，你看他老人家教学又没有道场，住在哪里？住在树林里，游牧生活，居无定处，
今天在这，明天又搬家了，又走了。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就告诉我们，天天搬家，到处游荡啊。没有一定的处所。啊，这个团体还不小嘞。长随众1255人，加上释迦佛啊，1256人，这么大个团体啊，我们会想到，一定还有临时来的人啊，不是长随众，跟着佛一个月、半个月、一年、半年的，一定很多。啊，他这个团体绝对不会少过3000人。啊，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啊，在野外活动啊，啊，他们干什么呢？全是教学，除了托钵之外。就是上课啊，啊，跟释迦牟尼佛求学没条件，他又不收学费，啊，他的条件大概就是要跟他们过同样生活，啊，也得有能力，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那我们相信，啊，对释迦牟尼佛教诲一定相信，能够理解，听了欢喜，认真去学习，一定这具备这些条件。啊，教了49年，没有听说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啊，宗教里头还有礼拜天休假，释迦牟尼佛没有。逢年过节也没有看到经典上讲放假的。最好的老师啊，负责尽职啊，啊，又是一个义务教学，不收学费的。啊，多元文化啊，学生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文化水平，也不分宗教信仰。啊，只要肯来学，一律平等对待。我在刚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你想学佛，先认识释迦牟尼佛。啊，你对释迦佛一无了解，你就无从学起。这个话讲的，我听得很欢喜 啊！他叫我看，我看第一部书就《释迦方志》《释迦谱》，唐朝人写的啊，都是佛经里面讲释迦牟尼佛一生事迹的故事，编辑成一本。啊，我们对释迦牟尼佛认识了，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教育家。啊，是一位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他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佛陀是教育。不是宗教，但是现在它变成宗教了。啊，你也不能不承认它是宗教。啊，所以现在在这个世界，啊，我的看法了，有6种不同的佛教，
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啊，释迦牟尼佛传统教育的佛教啊，佛教式教育很少很少了啊，很少见了啊，在中国古代很多，大概在乾隆以前佛教还是教育啊，往后慢慢就变质了。啊，这个历史不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有宗教教育。啊，宗教的佛教。啊，在近代啊，还出现了几个学术的宗教啊，你看很多大学哲学系里面呢，用佛经啊，开佛经，佛经哲学了这一门课程啊，我在早年还教过五年啊，变成学术，变成知识啊，这不是真正的佛教啊。这个近代的时候，晚近啊，我发现了有观光旅游的佛教，还有企业，好像开连锁店一样，企业的佛教啊，最后一种有邪教的佛教六种啊。我们今天学佛，你学哪一种佛？这不能不清楚啊！啊，释迦牟尼佛真正传下来的，那就是经典。完全学习经典的时候，这是释迦牟尼佛祖传的，世代相传啊。怎么知道呢？你看古大德做的这些注解，这就是代代相传的啊。所以我们肯定佛教是教学啊，与其他的不相干。这我们首先把搞清楚搞明白，不要把路走错了啊。这是最初这个方东美先生跟张家大师啊指我这条道路啊。方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佛的佛教在经典里面啊，一定到经典里面去找，你就找到。啊，张家大师是干脆就是教给我，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学佛人的好榜样，正确，没话说。啊，我们认识佛教的本质。啊，佛教它讲的是什么？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就说一句话，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佛经的术语叫诸法实相，啊，《般若经》上说的。啊，用我们现在话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科学是研究真相的，哲学也是研究真相的。啊，我初学佛，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的是哲学，告诉我
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门。我受方老师的影响3年。就是完全用哲学来看佛法。会有问题啊。因为它里面讲天地鬼神呢。那这一部分怎么办呢？这一部分是讲到做迷信的。它有哲学，它有迷信，把它分两部分。哲学这一部分我们好好的学习它，迷信的别理它。大概就是一般学宗教的让他们去学。是3年，以后越学觉得不对劲。方先生自己晚年也转过来了。他的境界也逐步提升。我跟他的时候他还很年轻呢。不到50岁，40多岁。晚年的时候他没有再提这些话了。肯定的。我们原先以为最高哲学那是佛法的门面。看到门面里面没看到啊。那么他说的迷信的这个是里头登堂入室。越走越妙。难得今天科学证实了一部分。只是证实了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物理的一部分。心理的那一部分还没有证得。但是心理是物理的基础。这近代科学家发现没有心理就根本没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从心理变现出来的。而且心跟物永远不能分离。从最原始的它就结合成一体。这是现在物理学家承认的。但是心理从哪里来的还搞不清楚。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在佛法里都有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记住最重要的一句话：夜心信要念佛，当得无量之福。这一句话重要啊！事出世间第一等的福报。佛门里的求啊。实实在在呢不是佛门。是从你自信里面求。华严经讲得那么明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佛德。这个德相。德是德能，相是相好，相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报，无量的福报啊！
无量的智慧，那无量的德能啊，能力，万德万能啊。那宗教里头赞美上帝啊，万德万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那是什么？是你的自信啊。只要你把障碍放下了，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是你的障碍啊。一般大乘教里面讲的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些东西一放下就恢复了啊，恢复你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的能的相。永当远离三途之恶啊，三途的苦报永远离开了啊，再不会到这个里面去了。三途里面的众生如果跟你有缘，求你去帮助他，你去不去呢？去。虽去，你不受他的苦报。为什么？因为你们有业因啊，有因才会感受到苦报。你们有这个业因，你去是菩萨现身的，到里面去救拔他们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能现什么身。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他们需要用什么方法的，你就用什么方法，活活泼泼，自己没起心动念啊！众生有感，你自然就有应，这个应就反应啊！所以遍法界现身，遍法界说法，你没有起心，没动念，当然没有分别之处。释迦佛当年在印度示现就是这样啊。佛跟大家讲经，特别是大单元啊，像华严啊、般若啊、方等啊、大集、宝集这大单元，佛没有讲稿啊，没有写个大纲，没有啊，随便说的啊，记录出来那么样有层次、有条理啊，他的思想体系啊，表达的语言章法那么样的严整啊，你一丝毫的毛病都挑不出来。那是什么？那叫心得，它本来就是这样。啊，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学佛的目的在哪里，怎么学法了。学佛一定要见性，但实在见不了什么，见不了就求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先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会下明心见性。那我们得依靠一个好老师啊，我们要依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极乐世界是最好的学习环境。
不能不去啊！要不去，那你这一生就大错特错了。啊，干什么样的错事，无逆失恶，都是小错。啊，不知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是大错。那为什么呢？无逆失恶，只要回过头来真正忏悔念佛，通通能往生，那是小错啊。没有一个人不能到极乐世界啊，没有一个人不可能是一生圆满成佛。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啊，坚定的信心，不改变的信心。啊，这一生决定成就啊。自己真修真干。啊，你修学的功德就能保佑一个地方的安全。啊，就能化解这个地方的一些灾难。为什么不干？又文殊般若经云：“众生愚钝，观不能解，但令念身相许，自得往生。”啊，这些话是文殊菩萨说。啊，在华严经它代表智慧。啊，众生确实愚，确实钝，钝是迟钝。啊，愚痴迟钝。啊，观不能解。解是理解。大小乘法里头讲到修行，都用直观两个字做代表。啊，直是停止，就是放下。啊，观是照见，是明了。啊，也就是张家大师所讲的看破。啊，看破是观啊。放下是止啊。啊，我跟出家人接触那是第一天的。跟张家大师见面。啊，在这个之前跟出家人没见过面。啊，头一天跟出家人见面，我问他修学的方法。啊，他没有跟我讲止观，要讲止观会把我讲糊涂了，可能我下一次不会再见他了。为什么？听不懂，这叫谈玄说妙，听不懂。啊，他有智慧，善巧方便，他跟我讲看破放下。哎，这个我听到。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啊，自以为懂了，嗯，看破放下。好，看破是观啊。啊，放下是止啊。啊，止是定，观是慧。啊，观不能解。为什么？愚痴迟钝。啊，那就得用念佛的方法。啊，教他念身相许。啊，他只要
把这句阿弥陀佛念好。啊，大势至菩萨教人静念相继。啊，什么叫静？不怀疑，不夹杂，这叫静啊。啊，相继就是一句接着一句，一直念下去。啊，每一天如果你有工作，你照样做你的工作。工作做完了就念佛。啊，佛号就提起来。这叫相继。啊，或者是不是用思考的这种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可以念佛。啊，要用思考的话，那就把念佛停下来，啊，专心去工作，工作做完了，佛号再提起来，这是真念佛人呐！啊，印光老法师传给我们的方法，是针对我们现代人。啊，它出现在现代，教给我们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啊，这个方法能帮助我们把妄念念掉。啊，这是念佛第一个目标。那为什么要念佛？把妄念念掉，因为你不念佛，你去打妄想，胡思乱想。啊，用这句佛号啊，把所有的妄念取而代之。念佛的道理在此地，这第一个道理。啊，我们说我念佛跟阿弥陀佛相应可以往生，那原之原意了。你念佛里头有夹杂，就不能往生啊，把你念佛的功夫全都破坏了。啊，念佛往生必须是净念相继，我们现在净没有啊，啊，念有不净啊，心不清净啊，这怎么能往生？啊，印光法师教我们三个清清楚楚，就能把妄念念掉。啊，就是你念的清清楚楚，口念的清清楚楚。不能念快，慢慢的念。不要用念珠，用心去计数。啊，计数啊，只计一到十。知道我这一句佛号是这十句里的第几声。清楚。你看，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听自己念的。是听得清楚，记得清楚。啊，念到十，然后就从一到十，永远从一到十，不要念十一、十二啊，二十三十，不要这念法。啊，就是从一到十。啊，心里记数清清楚楚，这方法好啊。啊，胡小林念了四个月，要告诉我。非常的受益啊！过去念佛心不清净，这四个月下来，心清净心现前啊，所以他在此地做了四个小时的报告啊，他念佛的心得啊，给大家来分享啊，提供大家做参考。啊，这个样子慢慢的念呢，你心就清净了，清净心一段时期就得定，这个定叫念佛三昧啊，你就得念佛三昧了，得念佛三昧继续不断的下去
啊，一直念下去，我相信两三年就开悟了。啊，纵然不能大彻大悟，大悟是肯定有的。啊，不能彻悟，大悟是肯定有的。啊，只要你坚持，继续努力，绝不懈怠。啊，决定不换题目。啊，有个十年二十年，大彻大悟就有可能了。啊，大彻大悟往生是生十宝庄严土。啊，不是同居土，不是方便土。啊，如果你得三昧了，得念佛三昧，大悟，一般应该是生方便有余土。啊，不再同居。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争取得到的啊，就是往生提升自己的品位啊，又进修皆要，赞念佛法门云：进修皆要，是夏莲居老居士他老人家住宿啊，他老人家住宿非常是好，进修捷要捷径的啊，这里面告诉我六字同摄万法，一门即是普门，全思即理，全望归真，全信起修，全修在信。啊，我们先说说这几句。啊，六字，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六个字，同摄万法，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都归这六个字。啊，十方三世无量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也不能超越这六个字。啊，这六个字是什么？是一切佛法的总纲领。你抓到这六个字，就是把一切佛法全都抓，全都掌握。这个秘密没有人知道啊！啊，所以很多人还想学这个学那个。他要是真的知道了，他什么都丢掉了，他就抓这六个字。啊，华严不出这六个字，法华也不出这六个字。啊，方等般若通通都不出六个字，这六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啊，六个字可以翻译，不是不能翻译。啊，翻译经的法师还用梵音音译，叫尊重不凡。啊，不是不能翻，尊重他。啊，保持他的音，解释他的意思。啊，南无是皈依的意思。
归命的意思。啊，阿梵作物，弥陀梵作量，佛梵作觉。你看，用中国意思念就懂了。归命无量觉，这个名词你就完全能够理解，同时万法。无量觉，每一尊佛都是无量觉，每一个法门都是无量觉，每一个众生都是无量觉，每一个事物也是无量觉。华严经上所说的，一界是多，多界是一，这话一点都不错啊。啊，前面我们曾经讲过，隋唐时代一些祖师大德，啊，他们共同来研究，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哪一部经是第一？研究到最后，阿弥陀佛第一，阿弥陀佛的名号第一。啊，隋唐时代祖师大德们得出的结论呢？啊，证明六字同摄万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六字既然同摄万法，那一门即是普门。啊，普门是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四弘誓愿里面说，法门无量誓愿学，一门就是无量法门，无量法门就是一门。为什么？一门能见性，只要见性，无量法门通通是自性流出，你把那个流出的本源找到了啊，所以啊，门门都通了啊，一个法门通了，门门都通了。如果还有一个法门没通，那你这一门没通，门门都没通。啊，一通一定是一切通。啊，所以一经通决定一切经都通。啊，你说我只会讲这部经，别的经不会讲，你这部经没通。啊，通了，透彻了。通到哪里？通到自信。东方人自古以来啊，在印度传到中国，也影响到中国啊，教学都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啊，那么在中国，中国人知道不同年龄这个阶层，他的心态不一样啊，记忆理解不相同。10岁以前记忆力好啊，理解力很差了啊，所以对儿童的教学只教他记，利用他的专长吗？啊，从6、7岁开始教他背书，啊，重要的经论全都让他背过，
啊，那是从六岁大概到十二岁，六年。重要的古籍全背了，背得很熟啊。啊，十三世纪以后，啊，慢慢就能理解了，就智慧开了。啊，这个阶段就这个阶段给他讲学，跟他在一起研究讨论。啊，讨论的内容什么呢？就是从前所背过的这些典籍。啊，中国古时候的学校只有小学、太学，没中学，太学就是大学。啊，小学专门在背诵，在学规矩。啊，学《弟子规》《感应篇》。啊，这个都是小学。啊，必须要做到的。啊，那是一生都不会变的。啊，规定读的这些经史子集，啊，都是选出来的，老师选出来的好东西。啊，一定要背过。十三岁进太学。听老师讲解，啊，老师也是背过的，啊，所以太学生读书落，读书之落，落无穷啊！哪像现在念书念得那么苦啊？为什么？没有书本，不要书包，给你讲到《论语》第几章第几页第几个字，每个人都记得。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能参加他的讲堂，你就没资格。啊，个个都是背得滚瓜烂熟。啊，所以老师跟你学生讲学，自由、自在、活泼啊，没有一丝毫拘束啊。啊，很多的老师。都是带着学生去旅行，去游山玩水，去旅行，啊，旅行一面旅行一面就这个研究讨论，就上课，啊，学生对老师要孝顺了，啊，心目当中啊，老师就跟父母一样。尊师重道啊！啊，学生要服侍老师啊，出门交通工具学生要负责啊，你要驾车都是学生事情啊，这个饮食起居通通学生自己要动手啊，由是弟子夫妻老。啊，所以那个学习快乐。啊，出门去游玩，两三个月回来，哎，这门功课讲完了。啊，尤其是经典里面涉及到地理历史，哎，他真的到那边去看。那等于说实地去考察，让你印象深刻。啊，就读书了。啊，不像现在。现在我看的小朋友，啊，大概小学一二年级，背的书包那么重，人道不可以再来啊！你看多辛苦啊！啊，我们这个年龄，生长在抗战之前，啊，过的是农村生活。念书，我们的书包里头只有两本书，很轻啊！哎，书包是个小小布袋啊，
两三本书啊，而且现在这样看的真是真太可怜了，太苦了啊，这个事情不能干了，那一定要救，想来想去还只有极乐世界好，除极乐世界想不到更好的地方啊，我们想到了，那这是释迦牟尼佛又给我们介绍啊，祖师大德又鼓励我们，当然没错啊，我们的感恩报恩啊，决定生到极乐世界真报恩啊，佛欢喜，老师欢喜啊，父母欢喜啊，他们的期望啊我们做到了啊，底下再给我讲理，全是即理，理跟事是一分不开的啊，事当中有道理在，那有这个道理一定会有事现，这个现象啊出现啊，理很深啊，理透了这个事啊，譬如讲今天灾难那个事情，这是事啊，怎么发生，它有个道理在啊，啊，佛在楞严经上就讲得很透彻啊，水灾它真正的因是贪婪啊，贪婪的心呢，干的是水灾啊，嗔恚干的是火灾啊，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这都是有火啊，愚痴干的是风灾啊，傲慢干的是地震，知道吗？不平啊，功高我慢啊，都有因啊。愚痴，以前我们听祖师大德讲的少，现在我们看到了，哦呦，这个疑啊，啊，痴是风灾啊，贪嗔痴慢疑，怀疑。怀疑这个业力啊，让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地球太可怕了啊，疑是什么呢？疑是让大地啊松散了。那大地本来是监牢啊，你看我们念这个地藏经，监牢地神啊，现在我们怀疑，对圣贤怀疑，对传统教学怀疑啊，甚至对祖宗怀疑，对佛菩萨怀疑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对父母怀疑，对儿女怀疑，对妻子怀疑，没有可靠的人了，没有可信的事情了，到这种程度了啊，你看这个疑心病还得了吗？这个疑心病带给自己的伤害，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啊，全部破坏了。啊，你经不起细菌的挑战，你身心健康失掉了。那么感染的山河大地，山会崩掉，大地会沉到海底，这什么疑？所以我们能够把贪嗔痴慢疑舍掉啊，真正做到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怀疑，那就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里头没有怀疑的人的。啊，这个四的因我们找到了，然后想改变它，你就有了方法了。从心理上改变，心改变了，外面境界统统改变。物理不能改变，心理能改变。物理想诊病，能够知道他什么病，没有方法解决。啊，这个心理是有方法解决。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